是我和飞机上班的两个人。嗯。你做成功。如果那个我先问什么东西？我先问。哎呀，对。哎呀，好了。太可爱了。拍哥在后面。你去那边看。好，我等下找你。好。135都出现了，135多好，看得出来，你说是降价了，一个三个都出现了，太帅了。
都没有。对啊。对啊。在这里叫。没啊。啊？坐上到哪还有？嗯。透透气。啊。太热。